跟保养都很重要，像我都吃这个，它是有氧胶囊，它可以让你的身体的摄氧量提升，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啊，它就可以让你全身氧气很多，它就可以比较快的燃烧跟代谢你很多多余的水分啊，多余的脂肪。然后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呢，它这一颗一颗的胶囊，它可以比30分钟有氧运动的有氧的摄氧量，所以如果你不运动，你一天吞4颗，你就可以少运动2个小时。就是它吃一颗就可以代表运动30分钟的有氧的摄取量，养分的摄取量，真的假的？那个等一下放在那边房间第二间，这种事情，而且它里面还有蜂王乳，然后还有维他命 C、维他命 E， 所以基本上是对女生或者男生吃的皮肤都会变好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哇塞！对，这是我真的受益良多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如果你又不想要运动的话，真的实在太懒，你就晚上睡前穿上这种，就是现在很流行的。对，美腿夜情袜，因为它从下面的丹宁素比较紧，一直到上面，你穿上它就好像你把你的脚倒立起来，从下面这样子血液循环帮你打到心脏上面，所以你就可以吃4颗胶囊，配上这个你就不需要去运动了。好棒哦！不是，先别拍手，先别拍手。OK， 我认同你带来非常棒的产品，对，但是。运动还是必要的，运动还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很忙，没有时间运动，对，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运动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真正的新陈代谢。可是有一些这些食品，如果你忙碌的话，相辅相成嘛，对，是的。那我们问一下这个雅美小姐，像这些东西你都有用过吗？全然使わないんですけど。好好哦。可是像那个袜子在日本非常的流行。流行ってますね。でも私すごい面倒くさがり屋なんで、全然やらないんです。不过大家提供这么多的妙方，我觉得可以大家做参考，让你整个变得更纤细，腿变得更漂亮。是的，像我们今天啊，现场就是雅美啊、维如，还有我们的一心，提供了这么多的美腿资讯，大家可以学着让我们的腿越来越漂亮。是的，除了他们给的资讯之外呢，本节目也非常用心，我们请了我们的特派员来到日本的百货公司，去看一下流行什么样的商品可以让你越来越漂亮，身材越来越好哦。马上看我们的 VCR。Go！ 大阪有许多来自亚洲的观光客，人气模特张令儿跟双胞胎 Too Sweet 带大家来到大阪的老字号百货公司，迫不及待马上来去逛一逛喽。那我们就分为两组，兵分二路为彼此买个最喜欢的礼物喽，好不好？纪念品，没错，交给我喽，大家请出发。我不知道选什么，我觉得好多东西哦。妹妹，前面有那家是不是那个Gelato Bigge？ 我觉得女生应该很喜欢。不要说东西，它连装潢整个都很梦幻，像冰淇淋一样。可能像是这种，你看，冬天女生有手脚冰冷的时候，也许穿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舒服。好可爱哦，怎么办？我觉得这种东西太多了，就是有点难选择。真的要选到一个就是很符合我们觉得可爱，令儿又喜欢的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认真一下，这个吧，我觉得这个，就是这里真的太多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怎么办？我们先去看看别的，也许再回来这里的时候会有新的体验。好，走。これ買おうか。这个一定要买，我不管，我就要买这个。啊，太多东西了啦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很可爱，那先买我们自己的好了。不对，不能先买自己的，应该最后买。哎呀，我说你们两个，别忘了是来给宁儿挑礼物的，这样下去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我们可以去咖啡厅坐着。对，刚好看到咖啡厅哎，我加一点酸。你加点酸？不是啦，不行啦，正事要紧。没有啊，我们只是吃东西，然后边想，我们跟站在这边边想是一样道理。不用，我们现在还可以看东西啊。我们先看看，我们现在还可以看东西啊。开动了，先吃你的好了。看到你的哦，上面还有2块奶油，那个巴达看起来就超好的。开动喽，好。感觉好幸福啊，基本上那个味道就很香了啊。什么感觉？我跟着松。一起融化，太夸张了吧？真的假的？我已经在准备下一口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两位吃成这样，我们也好想吃一口啊！
不晓得宁儿那边找到礼物了没？马上来去看一看。超级可爱的，我自己也好喜欢哦。你们看，超级可爱的化妆包，完全可以把我脸给遮住，超级可爱，而且很实用。据我所知，这对姐妹好像有养狗哦。那我大概可以知道要送他们什么东西了。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他说要吃蛋糕喝咖啡，我没办法。是我，你也同意？你现在我一个人扛吗？可是我们真的很认真帮你选的礼物。对，我也很认真。打开它，好期待！打开！哒哒！好可爱！我们决定要从入门款开始。萌的，就我们准备一个，就是帮你，你可以放小东西的，然后还有就是室内袜，但我觉得其实穿出去也 OK， 然后现在冬天很舒服。底下穿他们家的睡衣，你看，还好，我没买睡衣，这样你刚好整套了。你现在有袜子，还有可以放小东西的袋子，最少的就是袜子。耶，太好了，天气，是不是很了解你们？是不是很了解你们？我好想他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记得啊，我那时候一看到就记得就。就是出外景的时候，最想的就是我们家的宝贝。而且你知道我们出外景那一天啊，就是来大阪那天，刚好是我们家狗12天生日。雪碧，我好想你，比嘉，真的是什么类型都有，我们都好喜欢。都有，对啊。所以大家来到日本，千万不要忘了大阪，大家可以来这边逛逛，相信你们一定不会失望的。我们爱大阪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是不是也很想来大阪逛一逛呢？这里的百货公司提供台湾客人三大贴心服务：免税、WiFi、中文翻译人员，让你购物畅行无阻哦。是不是担心刚刚没有听清楚，笔记抄得不够快呢？没关系，流行新势力呢现在推出了最新的互动影音服务。是的，欢迎大家到流行新势力的粉丝专页去体验哦。记得要点选影片下方的小图示，就会有相关的资讯。要记得哦，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你遗漏的每一个资讯哦。是的，我们非常谢谢今天所有的特别来宾，谢谢佑群老师、一心、维如还有雅美小姐，谢谢我们的粉丝团。拜拜。